六一是小孩过的，那不行，你是狗，你不是小孩。哦，你不是狗啊？那你是啥？你是小孩吗？还是边牧啊？哦，你是边牧啊？边牧可以吃大餐，走。先来一个超大的肉肉罐头打底，再来个海苔鸡胸肉，老父亲亲自煮的牛肉和鸡心，紫甘蓝、草莓来两个，无花果再来两个。渐渐最喜欢的苹果来一盘，冻干鳕鱼来一个，鱼油肯定不能少，来两颗，再来点肉桂粉，零乳糖羊奶也得来一杯。渐渐很喜欢喝，今天的六一特别餐就配好了，准备开吃。下面沉浸式看渐渐吃饭，开心吗？